2年前我遇到过劫匪，我当时就觉得我命可能就没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特警叔叔出现了。看什么呢？什么年头了还有你土匪？想抢点什么呀？我着急去仁心医院，您能捎我一段吗？我实在打不到车了。上车吧。谢谢。你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是那个仁心医院的医生，你是做什么的？警察。对你们单位还真有缘分。谢谢。没事。这么快就不认识了？叫什么？我叫妮卡。妮卡，还姓吗？我怎么办啊？你是送我进城的那个好人。相信我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。你不会是邢克雷吧？我们的主教官邢克雷。据说就是他特别凶。把他拖走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丽卡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怎么了？您是我们刑队的女朋友吧？是的，她就是我以前的教官。你不是我教官，我已经结业了，所以我的事儿你也不用再管。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。小心点。能不能走你吧？能。我觉得为什么不再告诉我？我希望你喜欢我，是真的喜欢我喜欢你。我喜欢的是新客人。和坏人伤害到他。之前不是跟你说我一朋友得了什么脑垂体的腺瘤吗？其实就是我。如果长生道他的手术再让你吃，我就是我也害怕。反正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。往上看吧，看脸。时不时的加班，时不时的有突发状况，这样能撑住吗？我真错了，我都给你跪下，你出来看看。我真生气，假装给你看不出来。谁跟你说你出国我们俩就分开？来，如果两个人之后回来，你给我一份，这是我求过你的事。我懂了。能不能要求米医生给我一个名分呢？愿意嫁给我吗？